邱淑贞大女儿沈月真的要进军娱乐圈了，还将远赴首尔出道。港媒称沈月将在韩国出道，并改用艺名 Ella。 几天前沈月前往韩国看秀，韩媒就已经 Ella 这名字称呼她，看来在韩国出道正式已经八九不离十了。沈月身材高挑，样貌也不输当红女明星，曾被誉为是最美星二代。如果她选择拍电影，那演艺之路必定一帆风顺。没想到沈月居然选择离开母亲独自去异国打拼，确实令人意外。不过沈月本来最喜欢的也是唱歌和跳舞，对拍电影没有兴趣，而韩国是最能提供专业训练和舞台的地方，所以沈月会选择去韩国就不那么意外了。虽然韩国训练肯定会艰苦很多，但是娱乐圈中也有不少邱淑贞的忠实粉丝，比如 Super Junior 的金希澈，所以沈月的演艺之路想必也不会太难过。如果沈月真的想成为舞台上闪闪发光的 idol， 那就祝她早日梦想成真，期待在舞台上看见她的那一天。